在宝贝成长历程中，妈妈都在关注智力、创新、艺术等方面的天赋，然而肢体发育也是宝贝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哦。乐淘车库为促进宝宝小脑健康发育而生，让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所推出小阿明儿童自行车。自行车有三色可供选择，红色活泼，蓝色沉静，金色高贵。细致入微的新潮设计配合完美的工艺，以非凡的时尚触觉造就经典。100%的高碳钢车架配合精湛的焊接工艺，让车身更牢固耐用。车把固定采用4点把力升级螺丝固定，美观结实，宝宝更安全。高档山地车彩色牛角车把，铝合金扎把，把套手感防滑柔软，让孩子安稳探索世界，舒适享受童真。基于人体工程设计的鞍座，生理凹槽，高度随心调，舒适防滑。升级加宽辅助轮，智能辅助技术，安全平衡，车身更平稳。全封闭式链罩，防止衣物卷入，宝宝安全加倍提升。车轮采用加密彩色车条，美观牢固。抗压耐腐蚀车轮，坚韧度、骑行绝佳平衡，耐磨性、抓地性极佳，有效减少车身震荡。精美烤漆工艺，美观大方，加厚前刹车片，刹车连带更安全。高端最新爆刹，灵敏度更高，结合前刹，时刻呵护宝宝安全成长。成人山地车标准的全猪脚踏，转动灵活，坚固耐用，加大摩擦力更安全。接下来我们演示下自行车的安装七部曲。第一步，安装辅助轮。并悬下后轮二侧的螺母，分别将辅助轮固定在后轮二侧，旋紧螺丝。第二步，安装前轮，悬下前轮上的螺母，将前轮卡在前叉的卡口上，旋紧螺母。第三步，安装挡泥板和水平架，调整前刹车，装上前刹车，与挡泥板一前一后固定在前叉上，锁紧螺母。旋开鞍座后方的螺丝，再将后挡泥板和水平架安装在车架上，将对准孔位，再将螺丝旋回。第四步，安装鞍座，将鞍座立管插在车架上，调节深度并旋紧，将鞍座紧固在鞍管上。安装脚蹬，先鉴别脚蹬轴顶端的字母，将 R 装在右侧， L 装在左侧，脚蹬轴应和曲顶紧固，不得松动。第六步，安装车把，拧开吊紧螺栓的螺丝，将其固定在把力上。取下把力上的保护套，套上装饰圈，再将把力插入前叉直管中，并用六角扳手锁紧旋紧螺丝，再将车把手固定在吊紧螺栓上，拧紧螺丝，最后将铃铛固定在车把手上。第七步，安装刹车，将两根刹车线穿过车篮架的孔，前刹装在右手边，后刹装在左手边，分别拧开两个刹车手上的螺丝，将刹车线对准刹车手的孔位套入，再将螺丝拧回旋紧，
调整前刹车，用手拉紧刹车线，拧紧前轮刹车旋母，旋松后轮刹车螺母，拉紧刹车线，再将刹车螺母旋紧即可完成刹车的安装，自行车的安装就大功告成了。乐淘车库儿童自行车，质感与潮味十足，让孩子在探索世界、享受童真的孩童世界里享受童趣和欢乐。关注孩子小脑发育，从骑行开始。